创意。红师，你说说。我觉得是高跟鞋，虽然就是我们就是之前有穿过高跟鞋，可是因为这次的动作比较碎，很多。就是因为你看我们膝盖都在地上磨，就我们大家都是 OK。红师要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他今天身材这样穿来。哇。秀一下，秘书收钱了，秘书，哇塞，让大家看一下红师今天修长美腿的董事长啊，董事长啊，有这样的秘书，还需要课长吗？不需要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指导老师，红师，这也不用。红师的状况是怎样？我觉得他应该是说，就是我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知道说他是在认真跳还是是。在放松的状态下，真假的，对，跳一跳会晃神，是眼神的关系，跳一跳晃神，然后再加上，因为我觉得红师算是很会跳舞的，所以他的一般他的标准跟其他人又不一样，我们一定是会把，因为高标了，对，因为观众会记得他会跳舞啊。就要更努力，有可能有时候是跨栏的关系。你猜错，隐形眼镜只戴一眼，一个看这边，一看这边了，所以哪也太难了吧？哪有？哦，没有这种人哦，苍蝇才有，苍蝇看360度。老师要教舞蹈，好好纠正他的跨栏。这一次的百老汇跳挑战，由黑涩味的六位妹妹来学习百老汇这样的性感团体舞蹈。第一堂课拉筋，大家都体验到这一次的学习将会是一场魔鬼的训练。节拍上面不熟悉，就会影响了动作。学习百老汇舞蹈，首先会遇到的问题就是音乐的节拍跟以往的节拍不同。之后，妹妹们似乎完全抓不到音乐的节奏，因此让整个进度大大的 delay 哦。舞蹈最基本的数拍子也变成障碍，接下来还会有哪些难题等着他们？妹妹早白啦，竟然敢顶撞！这样，所以你们头发是往后飘，他们在走的时候就是往上飘，所以你要让你的身体是往上长高的。好了，5、6、7，走，上，跳起来了，跳起来了。所以如果这样子的练下来，会很可怕，就是他们自己会变成是女人，然后你们两个还会留在女孩。舞蹈要呈现的是性感女的味，但是妹妹们大辣辣的举动却会破坏整个感觉，无法从女孩变成女人。好像没有很不好，只是对这身舞来讲的话，你们两个看起来会觉得你们两个一直慢拍，因为你们两个拍子没有办法扎实的踩下去。再次5、6、7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有一点好一些。然后那个玉兔都很容易太翘，所以我发现玉兔你有一个问题就是在。为什么每次你都会说就像说像人妖？因为男生有必要提到这个吗？因为男生在学女生的时候，他比较没有办法控制细微的部分。其实你是不会，你根本就不会像，你是因为你的动作的关系。所以你看，你会有很多这种东西是男生学女生才会有的。你都是这些坏习惯，如果把这些改掉的话。打高票没有人敢。好了，不要再讲这些话。你讨厌这个话题吗？我讨厌，我超讨厌，而且自从我从泰国输了人妖，这种最讨厌人妖。所以我们这次应该你要借了这次的机会，彻底摆脱这两个字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讲自己的那个。好，来那个，我们再一次。由于玉兔是六人之中动作最缺乏女人味，也是最随性的。因此 Kimiko 老师借由这一次的舞蹈，希望可以让他改正这些坏习惯。
但是老师严格的指导让玉兔的自信心受到打击。为了拿道具有一个重点，无论如何它是身上的一部分，所以死都不能让它离开。这一支舞另外一个困难点就是雨伞的运用，雨伞打开之后挥动起来更加吃力，只要有人慢慢拍就明显的不整齐。没有，没有，舞蹈的玉兔这次竟然比其他人学习还慢，加上老师的严格要求，他的情绪不满要爆发了。对啊，要整齐到所有的人都变成是另外一个人的分身。这一段挑战的百老汇是由六个人合照的团体舞蹈，只要有人角度不对或是动作慢了，画面就会十分的凌乱，失去整体的美感。